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本席以及蒋乃馨、吴玉仁、王玉敏等22人，鉴于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公布实行后，教育部虽订定公立幼儿园契约禁用人员之禁用考核及待遇办法草案，然该办法草案恐将造成现有公托教保员将面临托儿所改制幼儿园时将丧失雇佣关系的严重问题，原此要求教育部与劳委会等相关部会应就执行面实务面予以重新检视研议，确保现行教保员应有之劳动权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